来了来了，第三章，我们估计一个小时一章啊，我们看能不能两点过完。哇，他把扎克拖出来耶，扎克醒醒啊，扎克你还行吗？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，他没事，还没。B two 这两层，好不好？这两层，好啦，拿东西包一下。我有腐败的布，你要不要？瑞妮，干嘛那副奇怪的样子？看我们不要你死啊！不要哦，扎克，你不要在那边闹哦。啊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不能再搬运扎克，让他睡一下吧。还得止血跟消毒。这一层有这个东西吗？啊，这一层我们要来帮扎克了。为了恋爱，为了恋爱，扎克真的很坏哎、欸。又要动脑，又要动脑了，大家好不好？一起来帮扎克。哎呦，突然就有光了。哎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甜甜的香味，完蛋，我要昏迷了。哎，没事，精神恍惚，觉得有吸。等一下哦，找个东西吃。等一下哦，拍谁哦，拍谁？先救人，看，很严格哎、欸！我有想到扎克啦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体力，我没办法去找药啊。等一下，扎克，等一下，吃一下葡萄巧克力嘛。哦，突然写字了，吐出你的罪孽。他知道你偷吃饼干，说啥？所以应该就是要在这边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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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干嘛？看为什么大家要一直讲我有罪孽啊？我是被抓来的。没有东西，黑色图案是不是在这里？完成什么东西就好。割这个好了。从被割开裂缝中掉出一张。画着公羊的纸，得到了公羊的画作，母羊的纸。哦，干嘛？哇，还真有条蛇掉出来，蛇太大装不进瓶子，还要小心不要被它咬。哎！哦，我以为它咬我了。小羊的纸。哇！哦呦，放入公羊的图画，放入母羊的图画。白痴的那个蛇都快咬到我。小羊的图画，该有。哎呦，哦，羊家族的图画。白痴的那个蛇，不要再靠近我了，不要再靠近我了。割开了，割开了。瓶子。啊，回来了。先回去看看其他的。难道这就是药吗？难道这就是爱？哇塞，我在绕圈圈呢！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哦，随便走也走得到。在这里展示罪孽，从刚开始就一直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我也觉得一定就是做了坏事。使用这一体就能展示罪孽了吗？哦，回来了！凭什么在地下二楼会有教堂啊？然后外面还有阳光照进来。哦，又开始了。融化了，给我小心说话是怎样？那你觉得你是谁？神父的脸很白，而且发型很潮。止血剂啊！他竟然知道扎克，他感觉是大魔王，不确定，很像，真的很像。你想回楼下？对啊，怎么走着走着你不知道回去路了？扎克，你干嘛？啊、哦，扎克在担心他。看，扎克很担心他耶。看，我真的要哭了。扎克超暖，而且你们有听出来 BGM 变很柔吗？就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。而且，扎克，是豆腐心，刀子口豆腐心。所以其实只要瑞一讲个几句话，他就会都会说好，也是豆腐脑。喂，
带着这张照片，记得回来找我。就下到 B6 吧？为什么？在 B6 一开始我找到你的那个地方，你把在那里的东西拿来给我。如果他死了，我会很困扰。然后你不要跟他说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他中毒了！你们有看到他眼睛变漩涡了吗？如果要启动从这里往下的电梯，必须要找到机关，并且按下开关才行。B3 的开关在监狱，如果你能按下那个开关的话，我就在最后打开电梯吧。好，监狱是对扎克才。停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有东西吗？很暗呢。再一下，哦，我干嘛啦？知道啊，白痴，走错路了。弯道前进，白痴哦，太快了，傻眼呢，超快，超级无敌快，我一起来就死。哦，来了，哦，他不见了。机关装置。哦，我竟然还要开狙啊！比起瞄准头，不如瞄准脚边吧。好，炸！再来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按了。是吗？为何这么做？你很碍事。对啊，为什么不能赶快下楼啊？竟然说我是不是魔鬼？你们才是魔鬼啊！哦，深处有个洞。哎呦，可以。也是不是这一关了？哎呀，会动的玩具啊！这个那声音真的超恼人的，这画面真的不能看。生气的是自搞，欸，你们不要在那边起哄叫我开到这么晚，然后都给我去睡觉哦。默默的都去睡觉了，没关系，起码你们还愿意跟我说说话，因为我自己也会怕。原本想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第二章终结，然后三四之后再玩，结果为了扎克，真的耶，扎克呕吐物还维持着，哎呦，这呕吐物是怎样？对，呕吐物刚刚在蠕动，吓死，超傻眼呢。哦，他醒了哎，没有药，为什么药都没了？可是那医生尸体也不见了。这里有脱衣的，对，只有这里有脱衣的痕迹哎。哇，全部都没有药了。咋个呕吐物给解毒？笔记。那你找到药了吗？没有。抓到了哈。原因不就在于你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跟我有关系？哇靠！他把整个锅甩到我身上的，这是废话最多哎，受不了。超千多啊！你还活着？谁要跟扎克讲话？白痴，这是谁？医生吗？我靠！医生怎么还醒着？哇，扎克比啊！医生心机超级无敌重哎！医生假装自己死了，
怎么可能告诉你？哦，好险他下来找他，不然刚刚医生就要把瑞伊给杀了。里面的东西吗？是什么啊？来看看。虽然很乱，但感觉有人住过。哇，他开始心疼扎克了。因为很薄，一定很冷。对啊，有看到东西了。啊，终于获得绷带了。再稍微确认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再走吧。好。刀刃还是很锋利，可以带走。我都不知道。好，对，你不需要知道，因为扎克在等你救他。好好，回去回去回去。小贝贝，真的，他也有小贝贝，我也有小贝贝。他发现扎克不见了。好。神父还在那边甩锅，是甩几点的啦？不要逼我了。哇哦，所以神父也有猜到是医生，有血脚印。那为了我，他向神发誓要杀了我。你又知道神啊、哦？这神父真的是，千万不要成为像神父一样的男生，他妈话讲一堆、欸。他真的是很卑鄙耶、欸！是大蛇，怎么样？扎克在这，怎样？喂，嘿，快！看看飞踢了，飞踢了，中间有人，我刚刚看不出来中间有人。我再打一次你的头。那把小刀是扎克的吗？好，走。啊，对，我都忘记扎克。啊，他不想要让他看他的身体。快点过来包扎。B 三那个女人说过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只要一想起就火大。但是啊，他说的没有错。我不是指那件事啊，因为你都说过一次了，我还记得啦。他是怪物，所以才不会那么简单死掉。乖，听话，让我看看，怎么听起来很变态？别露出奇怪的表情。而且扎克还是很帅气的，走在我们前面。白痴哦，你们要结婚呐、啊？才没有，蒙托该大回血，他估计就躲在某一个地方，然后一直在回血，真是卑鄙，卑鄙小人。你放，这次是真的来，这次是真的来了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扎克，快点！哇，又有那个毒气！哇，白色的蛇，看扎克速度真是快、欸，闪现直接脚出来、欸！开什么玩笑？别勉强我！哇，扎克又炸血了！哦，那是他们刚的血啦，他们刚脚闪了。我真的不能接受你死哦！看那个医生真的是很烦呢。哦，你那一把没子弹的枪是能怎样？你在想什么？
在恋战啊，还敢贪啊？看看，你是不会说谎的啊！完蛋，被抓住了，被抓住个性了。干嘛突然这样？不能因为医生，然后你们就破坏之间啊！为什么一脸厌世脸？因为那个医生出来乱举啊，破坏这小两口，还害扎克差点要死了。哇，扎克要睡了，看他讲这句话，听起来超难过的。还要给他最珍贵的刀刀，杀戮之之刀啊！我们还要去找医生哦。又是这个门被锁住了，打不开，会不会是有什么机关？这水碰了会灼伤。来，让我们看看。有了有，打开了。好险，小刀没事。烦死了，需要电力。哦，小刀万用哎，这刀是瑞士刀，太猛啦！握把有点融掉，但没有问题的。这个镜子。哇，小刀毁损了，吵死了！神父，拿刀捅他，要开干哦！存档就代表要打架了。不是啊，这个人到底想怎样啊？这个动画非常的需要吐槽，就不是哈。他绝对是恐龙神父，这神父把自己当神一样哎。哦，你看，他只遵从自己理念的神，这个人是疯子，真的是疯子了。不要啊！这个动画就做得好了。不要啊！哎呦！是什么呢？哇，是扎克小刀吗？扎克才是神吧？哦，怎样了？怎样了？哇，代表他还活着。这刀真的是买的很绝，很好。哇，为何醒过来了？哇，这段话好棒哦！我内心的神清醒了。捅神父，捅了，这就是扎克有在说的。你有决心可以使用这把小刀吗？赶快啊，他妈赶快给我要啊！那你先进去，为什么？好，终于啊 ，OK， 我们得到药了，好爽啊！好了，最后一个中库来，请说。讨厌说谎之人与污秽之人，不过前提是你所说的那个是真的神。扎克。毒药咯，突突摸摸，居然还能平安的带药回来，这我要夸你。不过啊，别问了，这就是爱。怎么那么棒啊？扎克是我的神。What？ 嗯？你要扎克的脸？我也是满头问号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对，来，
终于下一层 B1 我们就可以到一楼了。好，走。哎，太快了吧。问问题。滴滴上楼。什么我可以问吗？你不问我哪知道。你看扎克就是要他直接讲。还是很想从这里出去玩，你在收成那当然啊，我也觉得赶快出去，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哦。没有任何的谎言，呜、哦，我觉得这句话也很棒，不会说谎，不会说谎的男人，很正直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。那是怎样？对你是怎样？他直接敲他嘞，说不出口，果然还是说不出口。因为扎克他说讨厌骗子，因为神讨厌误会之人。哇哦，这真是，这里是怎样？这不是家园？嗯，对。为什么突然上来到一个所谓的神讨厌说谎之人与误会之人？该怎么办？我想起来，我原本在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哦，所以扎克往前的话，他可能会看到他动手的那一刻。这真的很过分呢！哎，我好气哦！我们已经虐到，就是我们已经送一批人去睡觉了，现在还来欸，要继续吗？天哪，可是我蛮想知道的欸，哦，真的很纠结。先尿尿跟装水，好不好？三分钟，三分钟，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敢走，给我试试看。你们剩下这73个人，虽然不多，不像其他台长几千个人熬夜，没有，我要的就是你们73个人，给我留下来，我要去尿尿跟喝水。不要留哦。